车，嗯，还有没有？电风扇有很多款的，款式都不一样，价格都不一样，怎么说发这个发错货了？嗯，没有吧，这种确实你不可能把它都配回来干什么？你想想看。不是，其实每一张都有一个图片，拍一个真实的图片。那您这也可以找他们，叫他们拍过来吗？这个我先放在那，摆放里面。雷姓拿走了一款，儿童手表。知道这干什么？给我签字。他说他下午跟小花去广州，广州给客户看是吧？嗯。好，在我这里登记。嗯。